还没煎呢。好吃的嘎。嗯，对，是昨天。你怎么那么早就出门了？哪有？对啊，我就忘记你妈在那边。他如果昨天在楼道站，嗯？他昨天跟我说，我妈身份证这样不是要多一天的钱？多十五块。啊？多十五块，变成十五块，平日。可是他如果真的没有载我回来。应该一定感冒。冰的、啊。这个很有香啊。我在蒸那个啊。我觉得这还不错，那你就不吃。我不喜欢小鱼干啊。啊？我不喜欢小鱼干。嗯。你喜欢跟我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那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小鱼干。所以你才会包啊。我他们家人对我都很好。嗯。我他们家人对我很好，连续两天拿那个给我。前两天啊。嗯。对。他自己特别占桌子呢。嗯。什么？他是故意再多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们全家人都在看车。我知道，就是他。没有，他们就带很多，然后。应该说，他们准备东西不会准备刚刚好，就要撒就全部撒一撒。而且那个阿妈还特别说，因为我跟她说我昨天有拿的，然后她说不讲的，还不讲咱种的，就是。好像我不是跟你说什么他锦麻种的，我听不懂锦麻是什么。婶婶啊。锦麻是婶婶吗？他是阿嬷的耶。嗯。应该是，嗯，反正就亲戚，一定是亲戚就对，但是比较小。就他们家的人，就像乡下人都这样子吧，比较。好特一点，对不对嘛？嗯。